据媒体6月21号报道，湖南益阳28岁的资深球迷杨先生，世界杯开赛当日边喝冰啤酒边看球赛，直到凌晨3点。次日上班时，他突然倒地昏迷，医生赶到后抢救无效死亡。益阳医专附属医院急诊科数据显示，世界杯开赛后，急诊科病人比平时多了20%。夏季炎热，人的情绪波动大，加上熬夜看球、饮食不注意，引发世界杯综合征。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：一是熬夜看球，若情绪波动大，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；边看球边吃过量东西或饮酒，易诱发胃肠炎、胰腺炎等；三是持续长时间看比赛，可能出现颈椎疼痛、腰间盘突出、视力疲劳，甚至眼底出血、突发性耳聋等症状。医生建议，球迷可有选择地观看比赛。赛场中场休息时，小憩10至15分钟，做做眼部按摩。宵夜应以水果、清粥等易消化的食物为首选。看球过程中注意补充水分。此外，看球时每半个小时左右调换一下姿势，站起来走一走，做一些伸展动作。新京报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。